千万不要讽刺对方说怎么很忙是不是？我觉得你憋这个话题好像已经憋了很对，我不久。小心就占用了时间。欢迎收听夫夫妻妻纯纯聊聊天，我是天，冠豪。我是丽萍。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聊另外一个主题了。上次我们就是有提到，就是说夫妻之间要不要有礼貌嘛，亲子之间也是要有。那时候我们小孩在最后讲说，想说什么就说出来，没有错，就是心里有什么话，就是可以好好的表达。可是有一些话好像也不是真的能够。想说出来就说出来。对啊，因为还是会有一些让人不舒服的可能的。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如标题所说的，讨厌的长辈类型有五个，我们简单的归类出来，因为其实还蛮多其他不同的，对不这样子，我觉得这一集有一点风险，就是对？对可能啊，会会不会被造比成，战。对啊，会不会造成世代的对立啊？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哦，我们是想说，哎，有一些长辈他们可以就是做得更好的地方，那我们希望可以就是提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讨论一下，那也许我们这一代的这些父母们可以慢慢的努力。不要让自己变成这么不讨人喜欢的一些长辈。好，那第一个我想要分享就是，想说出来就说出来那种讨厌长辈啊，就是好，我先举一个例子哦，就是，我们在就是电梯里面常常会看到很多长辈，就是，对，就是会碰到长辈，对，就看到是很多长辈，好像 鬼月的那种，鬼月快过完就了，翻过来那个头一半不见那种，啊，就是那会个，碰到长辈，对，然后就是那种有些长辈就很爱装熟。就是想说，我们超不喜对，好欢，像跟年轻人很想要对对话这样，啊，但是讲出来真的很不中听。对，譬如你谁说，呀？我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就穿一个白衬衫，然后呢，就是那个长辈，就是不知道哪一楼的长辈啊，他就看到我，他就说，就打对你打量了一番，对，打量了一番之后就说，衣服都是妈妈洗的吼。干屁事啊！他干嘛这样讲啊？我觉得他可能觉得这是一种幽默他吧。是看到你的白衬衫就这样子说，把衣服是妈妈洗的，是这样，太白了，是不是？对，然后反正他就是先给我贴一个标签，就是你就是一个妈宝，或者就是一个什么，哦，到底是哪来的自信啊？然后我就说当然不是啊，我自己洗对，的真的，啊。就这个长辈，我真的是很常遇到他，因为他是跟我们住同一栋大楼的，我真的超常遇到他的。他就有是什那么时事候，迹？就是那时候我们小孩还是 baby 的时候，就是我就放在那个背心里面背啊。那有一次他就是看到，就是也是打量了一番，然后就说他眼睛看得到吗？那么小，他是说年纪那么小，还是眼睛因 为那我么想小？说那时候你在讲说是年纪小看不清楚，还是说眼睛那么小就是看不到，还是怎样的？不管是哪一种都让人讨厌，好不好？或者是什么？就是有一次我也是遇到他，就是我们小孩已经长大变成幼儿园的小孩了，他也是看到我就说：“哎，你好可爱哦。”这么矮小，到底？他真的很想要什么就说什么对，不要这样，好吧？真的不是想说什么就说出来，好吗？对，那还有更夸张，有人就直接说：“哎，你这么胖。对，真的干屁事！”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大人都会跟小孩说，长大之后什么样的话题不能说，譬如说不能问别人年龄，然后不能够问大家职业赚什对么，啊，或者赚多说，少钱。还对，有身材，可是他们自己都没有以身作则就啊。是把自己，就是自己好奇，就是直接问出来，可是都没有想过人家对。是不是不愿意回答，或是不方便回然后答。还有那种就是，哎，你又怀孕了这样对，子，没错，这就种是问题都不能随便乱问好没错，吗？怀孕跟减肥都是非常敏感的话题，长辈对，们千万要避免，除非你跟是。他真的很熟，你真的很确知他就是怀孕我了。觉得不止长辈，就是任何人类都不能没这样有子。错，这是我们第一种。那第二种呢，叫做情绪勒索型哦，的，这个超常这见。是这是算是蛮大宗的一个族群吧。这样子，好，就我们就要分享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朋友，对，他的爸爸就是超级超级擅长这个的，就对。是他们好像就是原生家庭，就是每年中原普渡的时候都会忙翻，好像要分5个地方拜拜，就是要对。奔波各处这样子，就是总之每年都会很辛苦很累啦。然后就是我这个朋友他已经结婚了这样子，然后就是今年的中原普渡，他可能刚好也是蛮忙的，所以他就忘了在第一时间就关心他的父母说，哎，今年的这个拜拜应该很辛苦吧，就是到处奔波这样子。他就是隔天就是中原普渡的隔天才传讯给他爸说，哎，昨天应该忙翻了吧，就是如此善意的一个问候。然后他爸就直接这样回答说，你说。
终于有人关心死活，就甘心的，只是关心来的有点晚，但是聊胜于无。聊胜于无是怎样？真的是受不了。然后他就把这个留言传给我们，问我们要怎么办。然后我就立刻就是把这个图截下来之后，然后用那个后置的方法把一些话遮住。我就说你就传给他这个图，然后就是遮住了之后就是就甘心的关心胜。关心胜什么意思？就是因为其他的都很不好听啊，就是关心来的有点晚，然后怎么聊胜于晚，我就留胜这个字，就是有关心有胜。你很好了，我觉得有一些长辈就是会觉得说跟小孩已经约定好什么事情，比方说你就是一定会中原普渡的时候会给我关心，或者说你一定会在晚上几点的时候回到家会打电话跟我说一声已经回来了，然后万一小孩子忘了，或者是他真的是疏忽了，可能是有一些不可抗力的理由，或者是单纯就是真的忘记，就会极尽讽刺的说啊，反正你就是不在乎我啦，啊，我知道你很忙啦，在忙什么？真的，这样子会让小孩子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就是我们也是出自一片善意，或者是也是有在反省了，这样子让人真的很难回话。真的，对啊，对啊，我觉得就是什么话题，你就是要换位思考，想说对方看了会怎么样，但我觉得他可能也是有换位思考，但是他就是希望他感到内疚吧。对对对，但我觉得这样子，可是这样子就是营造出来的内疚并不会让小孩子愿意更想要靠近父母，反而会想要逃得远远的。对，就是可能会想说好，你要这些是不是，那我就做给你，可是我真的也不是愿意发自内心的。像我本身就是我的妈妈就是一个情绪勒索的高手，她资深的，真的就是你确定她不会上这个平台听吗？我绝对不会跟她，万一她真的听出我的声音怎么办？那你就反省一下好不好？就是我觉得说小孩子真的不是附属品。就是之前去年还前年不是有一部那个台湾剧叫做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吗？很多长辈就是完全不能够接受这一句话。可是我真的觉得说孩子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会有自己的思想，更不要说他已经独立成长，他已经有自己的家庭跟生活了。各位知道吗？就是我妈妈她还是会希望我就是在就是每周的某一天就是要出门去上课，就是我要到外县市去上课，然后回到家可能十点半吧，他要我那十点半的时候要传 LINE 跟他说我已经回来了。已经38岁了，我38岁，对，然后他还是觉得一定要做。然后有时候其实我总是会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就是啊，他不就是一个长辈，他是一个老人家，他很需要我们这样子给他一个讯息，其实非常简单，也不是不容易做到，我就做给他就好了嘛，就是这件事非常容易。对，可是我又会有一个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可是我都已经38岁了，我为什么一定要他，为什么不能够相信我真的已经长大了这件事情。我总是在这个当中天人交战，然后还是最后还是想说哎，他是毕竟是一个独居的一个长辈，所以我还是会尽可能的就是传给他。然后就让我讲完，就是有一天我就真的是太累了，因为上课一整天下来，然后就是回到中立真的很晚了，然后我就去健身房洗澡啊，洗完澡我就真的是忘了这件事情，回到家就休息了这样子。然后隔天就看到我妈5点的时候，早上5点就说昨天几点回家这样子，哦，烦嘞，对，我要去喝一杯都没人管我好不好，我老公都没管我了。然后我就说哎，昨天就真的太累忘记了这样子，他就回我一句话，我真的觉得拜托，他说我已经说过一个女孩子那么我还在外面回到家传一个 LINE 有那么困难有那么困难，真的好可怕。然后我就还是会就是按耐着我的怒气，就想说拜托我已经长大了好不好，然后我还是会解释一下，哦，昨天真的太累。然后他就说可是你没有打给我睡不着，那我要怎么办？很大压力，他是恐怖情人。对，其实他是我女友，真 的, 真的交往30几年。然后我就在想说瓶子罐子们有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一点建议，就是遇到这样子 的父母啊，我知道他是对我满满的爱跟关心，我也是非常想要好好的回应他，可是老实说我真的会因此不想要对他坦诚我所有的事情，我有什么秘密不想跟他讲，我有什么心理负面情绪想要跟他抱怨一下的事情我完全都不想。对，因为我觉得会有更多的负面的效应。那我必须要讲，后来还有发生一件事，就是那个我的岳母啊，他就是后来有一次，因为他也是一样，就是每次
我周一都会早点回来，就是接手，因为他要帮我们带小孩、嗯。然后他每次回到家，他就一定会传LINE，就是说我到家了这样子，就是他也以身作则的报平安，他要报平安。对，但有一次他就是也忘记报，然后他就隔天早上就说，我昨天太累了，就是我就是睡着。